世界那么大，必须吐就撩走。为此 Lonely Planet 推荐了全世界的100个地方，这些地方非常有趣，非常让人震惊的，甚至是疯狂的，上个厕所也应该有点情调。为此网站推荐了15个奇葩厕所，简直让人惊掉下巴。一、沙子山，美国华盛顿，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上在沙子冰川营地上厕所的时候远望 Baker 山，只是风有些大。沙子山位于北瀑布国家公园，距离加拿大边境只有19公里。二、厕所岛伯利兹，位于加勒比海的普拉圣西亚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补充纸巾很不方便。伯利兹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。三、Silo Lake 沙漠，玻利维亚，在干旱的沙漠中，你就忘了装饰、吊顶与隐私吧。好在这个沙漠从来没有排队现象。玻利维亚的 Silo Lake 沙漠与邻国智利的 Atacama 沙漠相连，强烈的风沙雕刻出了 Erbo de Pita 石树。四、乞力马扎罗山的巴拉夫营地，坦桑尼亚。巴拉夫营地厕所位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4600米的悬崖边。五、生态厕所，加拿大 BC 省，像灰熊一样蹲在树林里。Taylor Down 中立公园的这个绿色堆肥厕所位于原始荒野区 Sport 湖的北侧。六、巴西 Harry Coco Lola 海滩，自从 Harry Coco Lola 海滩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世界最好的海滩之一，大量观光客涌入这个巴西东海岸的民住。这里有阳光、蓝色的蟹谷与巨大的沙丘，厕所是由棕榈叶建造的。七、Dixie 四、拉达克，拉达克是藏族的传统居住区，历史上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，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，现绝大部分由印度实际控制。印控克什米尔。八、Johns Knuten 挪威，位于挪威南部904米高的 Johns Knuten 山的碎石山坡上，只要敞开厕所门，就可以同时享受美景。九、Kraken 冰岛，这个露天厕所位于冰岛内陆，靠近 Kraken 地热发电站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谁建造的？为什么建造？似乎没人知道，但是徒步旅行者很开心。偶尔 ,INS 上会有人展示这里的自拍照风景照。10FJALLABAK 自然保护区，冰岛，冰岛高地的 Fjallberg 自然保护区，拥有地热温泉。11SAGARMATHA 自然保护公园，尼泊尔，喜马拉雅山脉的阿玛达布朗峰，海拔6812米，异常美丽。12纪念碑谷，美国犹他州，阿甘正传，碟中谍，007都在这里取景，只要你对野狗不介意，这个露天厕所还是非常推荐的。13吉布提沙漠，14露天厕所，加拿大 BC 省，位于很遥远的夏洛特皇后群岛，利用潮汐现象，厕所每天自动冲洗两次。15 TONTOTRAIL 美国大峡谷自然公园，这些堆肥厕所的隐私保护非常有限，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公园。